各位还是不要把丝瓜种在玉兰花上面，不然会作茧自缚。弯的漂亮，自然的就是漂亮。已经开了就没有。这是红谷，这是绿谷。听说红谷的比较香了。这颗还能吃吗？都开花，都已经开花了，上面都有，开始有种子。水果小黄瓜，还真的小。这个叫一口瓜了，一口就吃掉了。刚进入秋天哦，这个名副其实哦，这个秋葵就会长得特别快、特别多。侧芽新长出来的也很会长，这个预计再种一个月都不是问题。当初这几颗哦，营养不良，不过还好后期侧芽长出来的果实还是蛮多、蛮漂亮的。这个应该长到极限了，
全部已经纠结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这个过几天我就把这个主干给剪掉，让它留下面的侧枝继续长就好。各位看一下，这个是侧芽，底下的侧芽新长出来的。看来今天是大丰收的前兆。有些秋葵就是特别会长，这个都是小蚊子，小蚊子，我小蚊子应该不碍事了。美女比较会长，所以这个美人子就比较难看得到，所以有时候要很细心。种菜也是在训练你的眼力，你的观察力。这个也在训练你的腰力。差一点意外。先这个网子就让我想起一首歌，叫《洋葱》。你要掀开它的外皮，掀开它的网子，才能看到里面的美好。所以各位尽量不要用外表去判断一个人。就像小编说我长得不够帅，又不够幽默，那是因为他了解得太清楚了。开奖了，种了三个多礼拜的福山莴苣、奶油白菜，还有红山芦。各位看是不是很漂亮？有关这一期地的蔬菜它的种植过程，各位可以去参考我们先前的影片。那就像我讲，这一批蔬菜呢，是八月初种到现在。那各位看起来还不错，对不对？因为通常来讲，像这种小白菜类的，包括我们先前栽种的荷白菜、奶油白菜、蜜雪白菜，七八月夏天种的是还可以，而且看起来他们的长势不会比秋冬的来得差，然后生长期又比较快一点，大概三个礼拜就可以采摘。如果你是种苗栽的，那如果是撒种子，大概就要再多一两个礼拜。如果各位在外面买到的奶油白菜，大部分都是水耕的，那它的大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土耕的呢比较少，因为必须要避免掉一些虫害。那有些人不喜欢用农药的话，大概就是容易尸骨无存，像这个一样。不过以我们这种不专业的种植来讲，其实有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可以接受的。只是说小白菜一般有分啦，如果是像这种不结球的白菜，小白菜之类的，一年二十四季都，不是二十四季，一年四季都可以种。
哦，那像以我台中地区哦市区来讲，哦，即使现在的白天温度都35度以上，那这几天还好，晚上的气温大概会降到26、27，哦，那其实这个长出来是还不错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不过各地的纬度啊气候不太一样哦，还是要经过各位自己的种植才能够了解它的属性。不过夏天种菜的唯一关键还是像我刚刚讲，哦，一定要架网子，哦，那尤其呢这个七八月气温又特别高，太阳又特别大，所以我就架了两个网子，尽量减少日照高温的影响。哦，这一颗就比较大了，这个一颗也快半斤重了，半斤重。摘菜的感觉就是舒服，尤其现在是夏末，应该算初秋了的早晨，现在温度大概也快30度，虽然只有早上6点多，不过这个摘菜的感觉比这个高温的影响还大。好，另外各位看到这一小区啊，原先这里种了20棵福山莴苣，但是当初因为这一批苗的品质不是很好，所以大概只有几棵活下来。后来我又补了几棵这个鹅白菜了，因为前期的鹅白菜我觉得种起来还不错吃的，不过很明显秋天的虫害已经开始在出来了，最后怎么样就看它的命运了。如果福山莴苣各位看到它的长势就不是很好，叶子很松散，叶数不多，那品质是还可以，但是就是偏小颗，那有一点土长，所以看起来七八月种福山莴苣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没关系，后续我们再来想想看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原则上小白菜类的七八月种应该是很 OK 的，而且种类多，你可以吃到各种不同口感的小白菜。那福山莴苣的话，如果你不考量它的质量的话，基本上这样也是可以接受，夹在汉堡三明治里面，或是拿来炒也是可以，只是说你炒的话大概没什么分量，或是烫一下煮面应该是可行。各位看一下这批红山乳如预期般的会有这种土长的现象，那叶子的面积也偏小，预期啦，吃起来口感会有一点偏苦，不过还是可以的，你如果搭配一些生菜的沙拉酱，或者说你把它夹在三明治的汉堡里面，搭配一些肉片或是一些蛋，煮熟的蛋或是 cheese 等等，其实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配角。预计啦，下个月九月就是中秋过后开始种的生菜品质就会很好，虽然是配角啦，但是预计啦下个月就会变主角。有时候种菜还是要按部就班啦，该架网子还是要架，才可以这个比较好的收成。像各位看一下隔壁的，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一时偷懒没有架网子，那比刚刚那一期地晚一个礼拜种的。这个是福山莴苣，中间的鹅白菜，还有另外一边的这个田螺蔓，种下去不到三天到五天哦，这个都被蜗牛吃了，包括被蜗牛啃的这个痕迹，各位可以看。所以理论上这一批大概不行哦。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做事情还是要脚踏实地，该做的还是要做，不然这个后果就是这个样子。今天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摘地瓜叶。这个已经变成夏天工作的日常。不过地瓜叶的阶段性任务快结束了，
预计下个月中秋过后就要开始大量种植这个秋冬的蔬菜了，种植一些比较具有高产值的一些蔬菜。如果各位去这个芹子的店买菜，如果看到老板娘在那里看剧，各位就不要打扰她了，然后看你把菜多少，自己钱丢着菜拿走就好，省得她还要中断她的戏剧，她会暴气如雷，搞不好30块的菜就变成60块钱，那如果她心情好，搞不好会变成29块。有时候种菜拿去市场卖不是为了赚钱，有时候是想分享给更多不认识的人，有缘人，那顺便让他们也了解未来这种无化学无农药的一些蔬菜跟一般惯性种出来的有什么差别，让他们自己去体会，渐渐的就可以改变一般人食用的一些观念了。前一阵子吃便当便当里面都没有蔬菜，然后买那个花生冰淇淋里面没有香菜，听说香菜一斤要好几百块，好险我上礼拜赶快种香菜，不过预期了等到下次香菜长大了应该就变得很便宜了。不过基本上种菜也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所以价格多少是无所谓的，重点是在分享。其实种菜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自己觉得就是永续的概念，怎么样让这一块土地能够长期可以在合理的情况底下去生产。现在都还在学了，以后有更多的经验再跟各位分享。好吧，先这样。等于打了一场30分钟的篮球。准备送去传统市场分享了，顺便看一下芹子阿嬷是不是在追剧。我一定要给她拆台。走。